那来向乌托村的乐龄中心，自从成立以来，无论是听健康讲座、学习手工艺、每一次上课，参加真踊跃。拢好，拢有，拢爱嘿。讲课嘛有，嘛有咧听。哦。啊，做这嘛好。啊，来这上课，感觉快乐吗？哦，真欢喜的。真欢喜的。因老人啊，啊有出时间啊来有，有一寡物件啦，乐龄的有，阮机会，阮就进来学安尼。为着要吸引这群中者前来，公所承办非常的用心，要求老师将那内向的白色教生态结合手工艺来学习。袂歹啊，真好耍嘿，真好耍。老师有教无？有哦。啊我嘛真过来学啦。嘿啦嘿啦，真认真咧学啦。嘿啦嘿啊，真趣味啊。做个这么做个趣味吧。趣味。新鲜新鲜，我看他们做的好像很有兴趣，然后做起来每个都很漂亮。因为这种东西就是熟能生巧，那手要可以动，那脑筋也稍微可以动，对他们是有帮助的。在老师认真的传授之下，学员利用家族订书机订工具，将包装大玲珑啊订材料来甲组合起来，一只色彩缤纷的白色教团来完成。啊，所以我们这时段吼，哎，当讲在迄个啊农忙之余，也是讲已经退休啊，啊，就真提供伊真好一个学习，啊，佮啊读较袂退化这个功能了，对。啊，然后这个活动来讲吼，会较生动嘞，吼，咱的中者吼，大家来学了佮有兴趣，啊，将活动中当作一个因交流的所在、学习的所在。婚姻观老人人口比例真高，为着要让老人生活更加精彩，在公所的努力之下。乡内乐龄中心数量为顶年的四个，倍增到今年的八个，让这个单位成为老人的快乐天地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